来到福州了，在这里教大家一句福州话。嗯，比如福州很棒，福州很棒啊，这话怎么说？福州呀吧，福州呀吧。啊，我们这样啊，到了福州之后，我们也想找点福州当地的，好像查了一遍，福州没什么艺人，只有一个姚晨。啊，然后欧豪是福州的啊。大小姐来了，真的假的？啊，对，都没请到，反正啊，好无聊啊！啊，所以我们请了来自武汉大学的宋木子和来自河南的张小婉。哦哟，你玩米呀吧？宋木子呀吧？老师好，老师好。宋。我们坐，我们随便坐是吧？随便坐，随便坐。宋哥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哥。Hello，Hello， 宋总。Hello， 终于啊。本来导演组还瞒着我们飞行是谁，然后昨天他的经纪人给我发微信，啊，我们来啦，好像非常非常有惊喜一样。我们四个上一次是 S N L， 对吧？对啊，对啊，对，2018年，九完，你们看过我们的节目？啊，哇，太好了，九完，采访一下，之前了解过这个节目吗？那你怎么会选择来这儿呢？我觉得还是没好好聊，马上就要后悔了。五天五座城市，对，五天五个城市，然后还干各种不同的事儿。早饭让你吃飞鱼饺子，飞鱼饺上吃飞鱼饺子，丧心病狂。哎哎，今天二位。可别吧！哥，这不是一个旅游节目。你说什么？这个是个旅游节目？这不是个旅游的享受的玩的节目吗？导演组说躺着平平的就好了。是躺着，是让你倒下，不是让你自己躺下。这不是生存节目吗？这旅游节目吗？赵哥，贝尔，你们俩选一个飞鱼饺子和火蚕蛹，选一个就行。选择退钱离开，退钱离开，选择退钱走人。那我是叫宋哥还是叫木子哥呢？应该叫木子哥，他比你小。啊，你比他大。我是小 baby。你几几的？我是小 baby。你九几？我们可以猜一下。超哥，超哥，你猜一下木子多大？小，但我看他的戏看了很多年。猜一下，九一，快了，九一还快了？不，什么叫快了？我说九一，九一小了，哦，九一大了，大了，93，95，九一到九三之间，93。九一到九三之间，九一到九三之间，哥还有多少？还有什么空间？92年，91.5，九一到九三中间，九三，九一到九三之间，然后猜错了，不是你92是吗？我才信，他92，那你还比他小，我比他小啊？对啊，这也能看出来吧？嗯。哎，我给王冕看了身份证，他说在哪儿办的假证。对，你们知道我们要去哪儿吗？不知道，完全不知道啊！你俩啥也不知道啊？不是啊，忘了个大，你要聊到这个，突然想到了，今天中午我们下去吃的是我初中吃到高中的一个大排档。哦，大排档好吃。但它就是环境有一些改造，但它还是大排档那些小菜，都特别香啊。为了大家啊，去订了一下。昨天晚上半夜我去订的，哎，半夜去订的，11点。嗯，我也没有来吃过的，这是我吃过最高端的捞化了。哎呦，好吃，好吃吗？从齐齐哈尔到沈阳，到鞍山，到大连，
这些创伤开始慢慢抚平。我的小学，福州巫山小学，以前是沙地，现在塑胶跑道了，都是塑胶的。这里那还职工宿舍，老师都很多，老师住在这儿。陈赫回来了，不要叫了，求求你了。我初中的时候搬到这儿来，这翻新这儿我都没来过。以前的灯啊是拿绳子吊上去的，我很小时候跟他们一起吊。改变好大啊，这儿真的改变好大。我1996年就创立起来了，这有点早啊。这是从我初中吃到高中去上大学，一直就在这里吃，满满的回忆，全是回忆，是吧？而且这是一人发一把螺丝刀自己撬。对对，螺丝刀，螺丝刀。螺丝刀是96年的吗？对，96年的螺丝刀。张口就来啊！96年。我们明天想帮我们的朋友订上一桌，行吗？可以啊。好了，那就定了，明天啊。明天要做吗？那个是可以尝试一下的，有诚意。对。那不像王冕的安排，又开始拉。当然王冕，但当阿姨安排的吃的非常非常。对，阿姨只有阿姨那一顿啊。东武不开心吗？凿冰。我告诉你，凿冰算一辈子阴影。你要聊到凿冰打洞的话，你现在就可以下车。应该快到了。哎，感觉差不多了。好像快到。感觉差不多了。哎，到山西路了，那就马上到了。哎，往右边看，那是我的幼儿园。哦，这不哪里啊？这不池塘吗，哥？又前不树林吗？这个幼儿园吗？你确定？右前那是我幼儿园，然后再往那边走100米就是我的小学。这里变化大吗？这个桥什么的？这里都变化都很大，学校都变化特别大了，都是新的了。马上到了，朋友们，右拐就到了，就那个前面的知者来。哟，到了。哦耶！白马王子先请，来来来，走走走走，快，走走走，走走走走走走。知者来，你一看这个凳子就知道这饭不能吃。你们往地上一坐，这个事情不简单啊。我们应该怎么干什么呀？我跟你说，否则吃不了饭。哪这么舒服让你吃饭？哦，这样子的，我以为。这不是个旅游，这个节目就是要活着真好。你参加完了就是。我有点害怕。这是我们踩点踩了很长时间觉得好吃的一个地方啊，找到了我们觉得最好吃的三样，一个是生吹生蚝，生吹生蚝，就是蒸的生吹嘛，蒸出来的生蚝。哦。第二个是椒盐猪蹄。哎，我在福州这么多年啊，没有人点过这道菜。能不能换一个？这里有很多好吃的菜，为什么是椒盐猪蹄呢？后面菜单上都没有。就是你们瞎编的吧？这个菜是？哪有椒盐猪蹄啊，姐？就菜单上没有什么，点什么？第三个啥？椒盐蛏子。好吃什么呀？福州人从来不把椒盐蛏子海鲜去椒盐，疯了！但是不管了，就这么玩了啊！先上菜。这家店在我小的时候啊，第一次把我震了，就是他把生蚝蒸完之后呢，一人发一把螺丝刀。以前我小的时候还比较糙啊，发的是带生锈的螺丝刀，自己撬。生锈的还是锈的吗？这么多年保存下来的古董，1996年产的锥子，啊，1996年生产的那个，拿这个撬。反正我小的时候真的就是拿这个撬。是这样的，我们有一个很简单的游戏，因为我们这里年龄各不相同啊，有老有少啊，有老有少啊。点名讲呀，来呀！我跟你说，老的都不会被这种东西撼动。哎，我们这脸那么重要了，还要怕这种话题吗？这有点针对了，这有点针对。看过电视剧吧？咱们今天就玩一个特别简单。